来，四位队长看过之后，就是像看裁判秀一样，就是他们的风格，然后他们的质感就已经就是没有办法评判了，就感觉随便跳了一段就已经把我们震到了。谢谢。我非常荣幸的能够跟Gogo Brothers 的哥哥Lay一起来跳了一个 routine。然后在学习过程中间又发现他们的 locking angle 跟他们的 balance 就是不一样，就特别酷。就像刚刚一博也在说感觉他们只是小跳了一下啊，小跳了一下 popping， 小跳了一下 locking， 但是那个味道就是无时无刻不散发出那种迷人跟性感的味道。他们的那种 angle 跟他们的动作，包括 point pose， 就是这些所有的东西，就是在他们的这个表演上面，其实，我要想找个词汇的话，应该就是，一骑绝尘吧。所以未来来我战队哈，谢谢。这一句一定要好好翻译一下。这才第一个上来就砍大人了，你知道吗？Harry， 我有很多很好奇的，因为我刚刚看的你们跳的就是 locking， 不是那个很快速度的 BPM 很高的那首歌，为什么你们这次会选择就跳比较慢一点，而且也带popping 的很多 boogaloo 的那种技巧在里面？僕らもともとというか基本的にはロックのスタイルを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ブガルーもとても大好きだし、ポッピンブガルーもめちゃくちゃ好きで、で今回の、ね、音楽は僕らオリジナルの音源を、2人で作って持ってきました。はい、厉害厉害厉害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什么自己写的歌啊，太牛了吧。歌是自己做的吗？哥哥会 bass， 弟弟会 talk box。好，那么恭喜 Gogo Brothers 取回你们的毛巾。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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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了。为自己而舞，不需要客户。哎，这就是街舞。好， Gogo Brothers 上来就直接晋级，也就意味着我们这里又少了一个晋级的名额，去掉一个位置了。总共是几个位置啊？49个然后还有48个。像第一组这么厉害，标准被定得很高。这世界很酷。